对着他们来吃饭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奥尔杜的山上，它是在土耳其北部黑海之滨，这个城市呢相对较新，因为它出茶叶的地方是在里泽，它都是里泽，它是靠那个黑海沿线东部，然后我们现在往西部走更发达。我们终于坐在了山顶最高级的茶馆。咖啡吧，还有那个黄油。在山顶就点了一个 lamb chop 小羊排，然后点了一个牛肉。我们现在就在山顶的这个叫 Royal 五十二皇家五十二餐厅，谷歌地图上的打分是4.3，然后应该还是不错的餐厅。然后我先尝一下我这个 lamb chop， 这是我平时最爱吃的羊肉。哇，好好吃啊！你知道这个羊肉后来涨价了，然后安塔利亚的餐厅很少再做这种带骨头的羊肉。这个 lamb chop 其实拿着吃就行，然后加了点盐。他们这做饭一般不给你加那么多盐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嗯、其实我们刚刚吃完早饭。啊，好吃吧？就你那汁儿特别好。更好吃，我喜欢吃油一点，沾上油，干，好吃。嗯，我们自己带的红酒。因为他们这儿的餐厅都不让喝酒，这有点不太好吧？我们怀疑他们挣不挣钱，因为我这份餐呢，110里拉。大概合45块人民币，然后我们一共加起来100块，然后还这么长，没几个人民币100块。我这牛肉得半斤，嗯，半斤。但我给的量特别大，然后我们就咱们 truck 如果在安塔利亚的话，他们可能也就给2个，或者3个，我这好像是6个吧，6个啊。关键是特别好吃，然后要烤一下这样的尖椒。他那严格意义上来讲是2人份吧，结果他1个人吃了。啊，没了吧，没了吧，老板，好、哦，你看多漂亮啊！哦 ，Yes，Very beautiful， 也有滑翔伞，从我们边上最高峰滑下去的滑翔伞，一定要来。